纪念碑，什么有克里特岛人和德国人枪杀的基地，头会使落地，人袂使无志气，子子孙孙永远笑脸。这是一个纪念碑啦，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希腊人被德国人枪杀了很多，然后德国人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点哈，做了一个这个纪念碑。你看，在每一个上面都有写一些被杀的一些情况哈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每一个地方做纪念碑，都是为了保留一个历史事件。那这个历史事件不是说做的纪念而已，哎呦，给我们反思嘛。就历史的过错，我们不能够再允许再重复发生嘛。所以我们是知道，我们台湾比方说二二八事件有二二八纪念馆嘛，或者是说哪一个地方有纪念碑，那一种事情过去的错误已经形成了。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纪念碑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，不能够随便的屠杀别人嘛，所以希腊人他们也希望说，我们希腊人以后也不要受德国人的欺负了哈，所以讲爱有志气，子孙永远也在笑脸，就是讲永远会记得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啊，是这样。老师请教，像一般的诗，有的会在意韵脚，可是这首诗好像比较没有关注这个部分啊、歌才有比较注意韵脚啊，现在是不讲韵的。现在是比较少讲韵，有的现在是不讲韵的哈。那一般来讲是歌比较为了要唱流畅，比较要讲韵。他说诗跟歌不一样啊、哦。OK， 哎，纪念碑，什么有克里特岛人和德国人枪杀的基地，头会使落地，人袂使无志气，子子孙孙永远笑脸。